很好，非常好。Yes, I can。我是来自台湾 iTeam 的智慧。那首先，我分享之前，我要先感谢一下我的家人玉美阿姨。有了她，我才会认识到易环球这份事业。有了她，我才会认识到易环球他们的产品是多么惊人。那在还没认识易环球之前，我是一个很有梦想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设立目标，我不敢去设立目标的一个人。还没认识易环球之前呢，我是一个知道人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，但是我不知道人要怎么样才能有健康的身体。那等一下我会分享我从小到现在的经历过程。我从出生到我有记忆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很会流鼻涕的小孩子。那有一天我就问我妈妈说，为什么我的感冒总是不会好？那我妈妈跟我讲说，我不是感冒，我是一个过敏儿，我是一个鼻子过敏的过敏儿。那当时的我并不了解什么是过敏儿，我只知道我会一直流鼻涕。直到我开始上学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过敏也有它的规律在。我起床的三步骤就是打喷嚏、流鼻水、塞卫生纸。为什么要塞卫生纸呢？当我每天早上在流鼻水的时候，而且手上又有事情要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拿卫生纸塞着，不然没有办法做事，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那也因为过敏，而我又不长期我又不乖的吃过敏药，反而是导致会变成是我感冒要吃感冒药，更严重的话我会发烧。那从小呢，我也经常这样子跑诊所看医生，跑诊所看医生的。直到13岁那一年，医生跟我讲说，小弟弟，你不觉得你的呼吸很困难吗？我跟医生说，我不认为我呼吸很困难。那他跟我说，我的鼻子都塞住了，为什么我不会觉得呼吸很困难？我就跟医生说，因为我都用嘴巴呼吸啊。那13岁的那一年，我讲了这一句话，我打醒了我自己。别人的鼻子是拿来呼吸，是拿来嗅觉用的，而我的鼻子怎么会是拿来流鼻水用的呢？好像有点不太对吧。同时的医生跟我讲说，我是因为长期过敏流鼻水发炎，导致我鼻子里面的鼻息肉红肿肿大，也长期的红肿造成我的鼻息肉无法再消肿。那如果持续这样子下去的话，很有可能要做开刀切除的动作。那13岁还小的我，其实听到开刀这两个字是很害怕的。所以那一刻开始，我答应了我自己，我要好好照顾我的鼻子，我不要再让它发炎，不要再让它过敏，不要再让它流鼻水，让它红肿。所以我每天晚上很乖的，睡前我就会吃一颗过敏药。那我隔天早上才有机会是才有机会哦，不会过敏。那我这样子一吃吃吃吃，六年多过去，19岁那一年，我接触到了我的工作药局体系这一块。那里面的药剂师跟我讲说，药只会暂缓我的不适感，它不会帮我治愈，而且我这样长期吃药呢，对我的身体只是一种负担。而我这样子长期吃药呢，对我的抵抗力只会下降，身体就会越糟糕。那他建议我，就是要我改善作息，要我多运动。那他说多运动可以提升免疫力，那让我的身体的各机能呢更加完善，以后身体自然就会有抵抗力。那当下的我，这么多年来过敏都没有改善，吃药也没有改善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就选择了相信他。所以那一刻开始，我停了我这么多年的药物，开始改变我的作息，开始运动。一年多过去了，我发现其实我的抵抗力确实比较好，因为我的感冒确实有比较少，但是我的过敏呢依然存在。早上呢还是那三步骤，还是一样打喷嚏、流鼻水、塞卫生纸。同时的那个时间点，我的家人玉美阿姨看到我的过敏现象，看到我的鼻子状况，她就跟我开始跟我讲营养免疫学，讲免疫系统这一块的观念。那个时候我有点半放弃自己的跟他讲说，
阿姨，我这是天生的过敏，我是天生过敏儿，而且这也已经20年了没有变，我吃药，我改善作息，我运动都没有变。那我感觉得出来，他其实是没有放弃我的。为什么感觉出来？因为他这一讲就是1年多过去，直到2018年的2月，他那个时候没有跟我讲过敏这件事情，他只有拿了一盒茶分给我。他跟我说，茶分可以帮助我排毒，可以改善我视力。他说我现在还年轻，要我好好照顾身体，然后叫我的咖啡呢，不要喝太多，要我用茶分来代替我现在在喝的咖啡。那当下我是还蛮吸引的，因为我听到他可以改善我的视力，因为我的工作呢本身是要一直盯着电脑，那对于视力来讲，我的眼睛就是我的工具，所以我每天早上就很勤劳的会泡一包茶粉。那我泡一包，我每天早上泡一包茶粉都是泡 1800cc 的水量，那相当于是3杯的咖啡。那这样子喝了一个礼拜下来，持续喝了一个礼拜，我发现其实他省了我不少的咖啡钱。直到我喝得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，那天早上我在滑 Facebook， 看着我的伙伴在分享产品，那我看了产品的分享，他是在分享茶分，里面有看到的关键字就是改善过敏。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对了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在起床三步骤，我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没有在打喷嚏流鼻水，已经没有在塞卫生纸的，而那个时候为什么也没有在流鼻水了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，我非常的惊讶，怎么可能2个礼拜可以改善我那20多年的过敏。所以我为了想要见证，我把这个产品给我妈妈，因为她的过敏比我更严重，用同样的方式断了她的药物，用同样的方式使用她的茶粉，使用这套茶粉这套产品。她喝了第18天，果然她的鼻水没有再流了。那我们两个呢，持续喝了3个月的茶分，这3个月我们的鼻水一样没有再流，仿佛的好像是在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过敏这种东西，好像我们没有过敏一样。那可以用简单的方式，可以用健康的方式来改善过敏，为什么要用药物来伤害身体，对吧？所以对我们两个来说，茶分是一个仙丹神药。那今天的分享呢，不只是要说我的过去有多么的不健康，有多么的糟糕，到现在是有多么大的变化以外，这次的分享都是带着感谢、感恩、感激那个给我讲营养免疫学，那个给我茶分，那个不放弃我的家人玉梅阿姨。同时的，我很感谢有一环球的存在，有一环球的这套产品，让我与我的过敏源做一个段落，画了一个句点。那线上的伙伴们、朋友们，若你们跟我一样有痛苦的遭遇，有过敏，我很推荐茶分这一套产品，谢谢。